阿尔山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北部，横跨大兴安岭西南山路，是兴安盟林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东临呼伦贝尔市所辖扎兰屯市和兴安盟扎赖特旗，南至兴安盟科右前旗，西与蒙古国接壤，北和呼伦贝尔市兴巴尔虎左旗、鄂温克自治旗毗连。东西长142公里，南北长118公里，总面积7408.7平方公里，辖区内中蒙边境线长93.434公里。2012年末，全市人口48633人，由蒙古、汉、回、满、朝鲜、达斡尔、苗、壮、锡伯等13个民族组成，是以蒙古族为主体、汉族居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区。